Hello， 老铁们，大家好啊！今天下乡收了四件东西，收了两件精美瓷器和这个两片民宿的，那是民宿的硬板啊，那属于民宿的民间的用的啊，它是印上去的，应该是道教里面的一种硬板，印花印那个字的啊。是张墨雕刻的，是张墨雕刻的啊。看一下这个碗啊，这是一只清代的青花瓷釉里红斗笠碗，它是属于官窑的四藻农啊。这边是霁红釉的。底款是大清康熙年制，开片很自然，东西完整啊，这里面也是手绘的，年代感很强。这是独彩的，明代的啊，明代的，应该是一个盘子，瓷质很好，白，很白，而且很薄，声音清脆，也是手绘的。五藻农。这个边上也是有工艺的，放了几朵花，然后这个石榴就是代表，多子多福，花开富贵，这些花啊，石榴，过去的东西都是有寓意的啊。这个下面的底款是大明嘉庆年制，工艺很好，绘画好，啊，今天就收了这四件东西啊。感谢大家的关注，谢谢。